好，大家好，我是峰。那今天要去看那个《飞变》的展览，我现在准备去 A11 馆，星光穿越的 A11 馆。那现在就一起去吧。有没有喜欢《飞变》的韩团的，还是喜欢什么团？我以前喜欢 SHINee 还是 Super Junior。那我们进去看看之后，看会不会看到 MV 的。我们现在到 B 片的展览后，然后我买了一件 B 面的衣服 ，B 面的衣服哦。我们现在去吃一兰拉面喽，大家去品尝看看。现在来到一兰拉面咯，要准备吃拉面了。这个是我点的溏心蛋，这是我点的抹茶啤酒。喝喝看是什么味道，抹茶跟啤酒没喝过哎。我点的一兰拉面来咯，里面有加叉烧跟葱，面跟汤都是普通的味道。看我面好细哦，然后汤还蛮浓郁的。那个蛋是那个半熟蛋，所以蛮好吃的。而且抹茶的味道蛮重的，总共吃了474块，拉面288，蛋是338，抹茶是148。Thank you.